对啊，新北新建重。那我们现在要穿我们的鱼皮了。对。那鱼皮我们要穿的话，我们要先把腰的地方卷到你脚的位置。腰的。我们先穿脚，然后往下卷。哦，好。穿完这个就要下课了吧？很紧，半条命都没了。这样你可以去帮忙吗？来，可以吗？哎，你成功了耶！好，然后我们再把你的脚踝的位置往上掰。好，不要太成功了，它会变胸衣。那你怎么穿那么快？Oh,
先做一些练习。好，那我们要挑战五米啦！讲一下心得，讲一下心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玩的，也跟潜水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它就是可以摆拍很多美照。对呀，才刚讲这个心机女，在那边，对呀，我不会喂，我不会喂，然后一下就超美肤，下去根本美人鱼。但是我一开始就是很紧张，但是其实到后来啊，都会觉得很好玩。很大，你说不会游泳的朋友真的 OK。我觉得潜太深的时候会有那耳朵很痛的感觉。你是不是没有学过？对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就觉得耳朵很痛，要憋气到很深的时候。所以他不会做。我现在脑袋还有很多水。那我觉得我刚刚就是下去的时候，就是有一度失去方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，反正就是我就是撞来撞去嘛。因为美人鱼，你想象中的美人鱼是在水里这样翻来翻去。对，我就想哦，就是那种遨游感，有没有？就是在水里面这样自由自在的游，然后结果没想到，就一个转身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然后我只能找镜头，就是哪里亮灯就找哪里。没有，因为他可以救我，所以我想说游上的哦，对，先一个自保的概念。然后我是因为。我之前有自潜过，然后我踢蛙鞋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很自在，而且我可以在水里很久，但是我一穿上这个鱼皮加上这个鱼鳍之后，我觉得很花力气耶。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很用很优雅的姿势控制，对对对，是真的像美人鱼这样，然后你又要在水里，那个气又不够，你又要顶住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，真的，因为你表情要漂亮，就是你不能狰狞，然后你就想说有人在拍照，就是要拍出美照，所以你还有点那种微笑感，没错，就觉得天哪，真的超难。